白皮，帮我做个事儿。你不挺喜欢顾小薇的儿子吗？找天带他出去玩玩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哎呀，你什么也不用干，就是带他出来耗俩钟头，玩好了踏踏实实送回去。就这样。P.S.2 有 P.S.2 好棒哦！走。华伟林说请假就请假呀，我同意了嘛就让他走。行了行了，别拿我说事儿，我没那么宠他。干什么？我已经接到晨晨了，你就踏实工作吧啊！给我停车！拜拜。喂！跟顾小薇是苟且上的，谁想到是这么回事儿？我真没想到沈宇会在这当狗官。瞧瞧沈宇怎么对你的啊！知道咱家问题之后，毅然决然的就调回来了。所以啊，咱们也得对得起人家啊！这多心酸，也不能让他这么做。哎，伟林。你们俩不合适。你什么意思？哎，你不懂，男人和女人啊，你欠我，我欠你的，最怕这个了。欠的多了，什么好的坏的怨了恨的，最后啊，最后就得落到咱们俩这个德行。我们什么德行？你说咱们俩这算什么呀？你不愿意，你可以回去嘛。好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李亮，别干仗了，行吗？没事，好吗？到第二个口右转弯。啊，第二个口右转。然后看到那个银行再向左。对，就是了，是吧？啊，谢谢你。没事，没事，好，谢谢。这条路没事。佩明，这样合适吗？陈宇啊，你跟华伟林啊，还是应该把话说透。具体该怎么交流清楚呢？反正现在不一样了。你和华伟林之间横着一个顾小薇，这是问题啊，关系到取舍了。知道。你去找对档吧，啊，就把话往透了聊，是吧？这个
但是要注意方法，你也别着急，先听听他的想法，看看到底是存在什么问题，两个人商量着来。这娘们儿就得往狠了治上一回，你们就在仓库里捏她。那个是华伟林吧？紧张，就是跟你聊聊。我儿子呢？白皮在哪儿？你这娘们没有眼力见是吧？我说了是我要跟你聊聊，怎么不给面啊？黄老板指使你过来的吧？知道就好啊。哼，顾总，云景就屁大点地儿的地方，蛋糕呢也就那么几块，你要吃太多那别人就得饿着，真饿极了的话谁都会咬人。有话直说。你一年之内扩建了四个加油站，不会撑死啊？回去告诉你们黄老板，生意上的事情我们坐下来谈，玩这套黑的吓唬谁啊？那你就写个声明，增设加油站的指标你自愿转让给黄老板。想都甭想。顾小飞，我们要交不上差，能放你回去吗？
声明已经帮你打好了，你签个字儿就行。别跟我们折腾啊，赶紧签了，带你儿子回家吃饭，我们几个也饿着呢。做梦吧你。嗯。签。强卖的行为很不好，必须改正，是吧，黄老板？自从我当了顾总的助理以后，就跟通灵似的，不管什么狗屁道造的事都躲不掉。甭管你玩得多贼，都能够被我撞见。这车很高级啊，性能非常好，密闭性也好。我估计现在后备箱的氧气已经不足了，咱们是不是都得利索一点，对吧？华伟林不会参加黑社会了吧？你行不行啊，黄老板？白皮把晨晨骗到这儿，他很有可能就在这里。跟顾小薇学不出好来。晨晨在哪？晨晨在哪？抓谁啊？你别管抓谁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华北林那边明显人少。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啊。就是一个工地，我们从局村过来，大概半个小时吧。喂，警察同志，我说我们是从外地来的。哎，对，您现在马上定位我手机的位置。晨晨。哇，主任。过来。还想不想救黄老板？小薇，快走！走！走！别过去！
小薇，你带着孩子先走，我们打电话报警了。哎呀，你就别去！干嘛？警察一会儿就来。你这个王八蛋！我都不想拥抱感情的风筝，谁又能预料，而我却深深陷入那情感的牢。说什么来生有缘，我跟你说别这么粗鲁啊，不让我跟你讲，我报警了，去你妈，不打了。爱的每分每秒，梦温暖眼角，爱却已退潮，那些过往的誓言早已随风远飘。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再见想得太好，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？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再见难逃？回忆撕裂火心头烧，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，我已无可救药。说什么来生有缘，我们还会遇到。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，梦温暖眼角，爱却已退潮，那些过往的誓言早已随风远飘。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再见难逃？是我把爱想得太好，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？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再见难逃？回忆撕裂火心头烧，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，我已无可救药。以刑事案起诉，他们的惩罚会更加严厉。算了吧，他们不敢乱来啊。凭什么算了呀？你都这样了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别把仇往死了结。哎，你干嘛呀？上厕所。你慢点，我来帮你。我怎么没事了？那也得慢着点。你要跟进去吗？妈，你带晨晨先回家。为什么？让你回家你就回家了，问我为什么呀？快点，赶紧的。
干嘛呢？你这孩子，干什么呀？莫名其妙，神经了。哎呦，我的厕所你干嘛呀？华伟，你充当什么英雄啊你？你当时就应该报警，你单枪匹马充什么英雄啊你？那些都不是专业的货。你别跟我翻脸。你让我尿完行不？你当你是谁啊？皮包骨头一小身子你就拿来玩命，要不是伟民他们报警，你早就死定了。我告诉你，当什么冤大头啊？你是我谁啊？你就替我玩命？你别以为你英雄救美我就能崇拜你，我告诉你，想都别想。哎，行了，谢谢伯父，顶上一点就行了。没伤着筋骨什么的吧？啊，没事，真的，真没事。那个医生怎么说呀？医生说没有什么大事儿。来，喝点水。哎，没大事儿吗？也得做个 B 超什么的。老沈，那叫 CT， 那 B 超是怀孕的，你说。啊，没事，医生说都是皮外伤。啊，哎呀。小雨啊，不是爸爸批评你，这忒不小心了也。就是啊，你说这不是都报了警了吗？你当时就得拦着点儿。你说这何必呢？真是的。就是吃个香蕉。哎，谢谢。人家魏明啊，魏老师头一次上咱家来，也没吃好，也没喝好。你看症状多不好啊！行了吧，人家还伤着呢，您就别嘚嘚了。没事儿。真的，真没什么事儿，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您说我，人生第一次打架，兴奋大于痛苦啊。深刻，文化。我去买点煲汤吧。啊，不去就。吃口这个。哎，你要文化人，然后会总结，兴奋大于痛苦。魏明，没事吧？煲汤吗？哪里买的？哦，先给魏明吧，我再去买。不用，告诉我哪里买的，我自己去买就行了。没事，你先拿着吧。都变成什么样了？打架、劫人，你把他带上这条道，你黑不黑心？不是，你说你需要有个人做主，你需要他，你需要他什么？替你打架，帮你卖命吗？你说他在，你心里就会踏实；他被人打进医院了，你心里踏实。你自私不自私？是你的夫人，反正落进医院了，前因后果我不解释，我只想告诉你，人生中有些错犯下了是回不了头的，只能认。就像那年我回来，看到我儿子，我忽然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这是我犯下的错，不可能回到过去，更做不到自欺说视而不见。我得认，只能加倍用心去面对新的开始。
敬意在当下，但是时间呢？可能他愿意为你停留，但时间不会。一脚踩出去，路就是渐行渐远的。沈宇啊，我们刚刚去看过魏老师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顾小薇这厮就本性难移，你知道吗？半个企业都跟混江湖一样，净招惹那些不三不四的人。英国作家普绪如斯说过，性格是命运的主宰。行了，这打住吧。我知道你跟我爸妈一样没原则。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华伟林成了顾小薇的保护神，魏明也趁着机会当了把英雄，让我阅读了一个文人的内在情怀，多好。沈宇，你确定你没受什么刺激？我倒不觉得奇怪，这种口是心非的场景小时候也常有。其实我真的是去寻找答案的，有了也就踏实了，真的。结果什么样都不重要。我记得警察来的时候，我心里特别慌乱。魏明、华伟林，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，不知道该帮哪一个。其实不知道选择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，对吧？华伟林已经不是我的唯一了，是不是？上课的时候要好好学习，听见没有？嗯。伟林，小美，我不是让你好好休息的吗？晨晨，过来，过来。前些天你跟小美打架，是因为你把苹果送给小美，小美又把苹果送给了彭越君，对不对？小美把苹果送给彭越君是说明什么？说明了小美把你当成她的好朋友，所以好朋友送的礼物是最珍贵的，所以她才把最珍贵的礼物也送给了她的好朋友。小美，你说对不对？你看，小美没有不珍惜你们的友谊嘛，你是不是错怪她了？晨晨，你想不想跟小美道歉？对不起，我不该打你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来拉拉手，我们都是好朋友，啊！他家长也搞定了，否则怎么愿意让他跟我出来呢？伟林，我想跟你聊聊，可以吗？小美，阿姨带你和晨晨上学去。去年我抱他，知道。那时候我想挺多的，知道。他要求你保护他，没有。
摊里做他的家庭护院。没有。那就是让你振兴公司，当二当家的。沈宇，你别这样。就是这样啊。他需要您，却不会要求您，所以你为他做的一切，都是出于责任，而不是压力和负担，对吧？他就是个二货，一个彻头彻尾的二货。本来这辈子他都可以顺风顺水的，非要把自己弄成个女汉子。这二货多难都要挺着上，撞了南墙还要接着撞，要么捅破血流，要么同归于尽。这二货绕出去多大一圈子，心里还只有你一个。他需要你，却不会要求你，这是我做不到的。她真的是一个值得让你珍惜的女人，你该有新的开始了。今生今世陪你一起到老，就算是别人再好，我都不想拥抱。感情的风暴，谁又能预料？而我却深深陷入那情感的牢。说什么来生有缘，我们还会遇到。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，梦温暖眼角，爱却已退潮。那些过往的誓言早已随风远飘，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在劫难逃？是我把爱想得太好，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？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在劫难逃？回忆撕裂火心头烧，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。我已无可救药，说什么来生有缘，我们还会遇到。我只想拥有你。魏老师，假期结束了，我能搭你车回学校吗？哦，吃饭是吧？吃，赶紧吃吧，吃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早已随风远飘，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在劫难逃？是我把爱想得太好，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？曾经以为天荒地老。你放跑了是不是啊？你把雨雨放跑了是不是啊？这么好的姑娘找你来的，她好心好意，你把她放跑了，你像话吗？你真的个混蛋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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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把她给我追回来！我恨不得掐死你的心都有啊！什么来生有缘，我们还会遇到。我只想拥有你现在的每分每秒。
梦温暖眼角，爱却已退潮，那些过往的誓言早已随风远飘。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在劫难逃，是我把想得太好，还是你的爱太不可靠。曾经以为天荒地老，为何结局在劫难逃，回忆撕裂或心头烧，只剩下痛将我紧紧拥抱。老朱，我已无可救药。怎么了，小薇？出什么事了？我没事儿。我没事儿。我就是觉得树叶被风吹着的声音真的很好听，真的像唱歌一样。不信你听。您看一看想吃什么。哎，我说你们两个大老远的把我给请来，就用这种档次来招待我呀？别小看了这家饭馆，在云锦就属他年头最长了，发展最快，口味很正的。你们可真是小地方人，这招待人呢，吃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什么？啊，规格才是硬道理啊，懂不懂啊？不吃滚！哎，说什么呀？哎，什么意思这是？老板娘说的没错，不吃就给我滚！哎呦，你们俩，哎，哎呦我。10万块，分两次付清。摆什么臭架子？你守着个出版社，要是能活得滋润，还用得着铺外头揽私活，编那些个破剧本骗钱花吗？10万块，有多少油水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但我丑话也得说在前头，钱拿不拿得到，那得看您的态度够不够夸张。老板娘点菜。放心吧，我一定把好。这个不错。华建平同志，哎，哪位是华建平同志？啊？哟，您就是华建平同志吧？嗯。哎呦，您是？哎呀，您可让我找的太辛苦了。啊？这。这位是那个麻雀出版社的张雪莱主编。哦，你好，主编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那个事情是这样的啊，